安检，极客飞行没人，他们都找不到服务器在哪儿。在公司那儿。实验室。带上南疆去极客飞行。 实验室只有我一个人能进去，把它带上。好。 在里边呢，人呢？把人给我截住！找。 喂，怎么了？南桥出事了，他给我发求救信号。
想不到我们又见面了，阿宁，你现在自首还来得及。我跟你不是一类人，你没资格劝我自首。当然，更不需要怜悯我。路已经走到这里，我不会回头的。本来我不想杀你，可是你自己中了枪口上，就怪不得我。